用502，连老板媳妇想买。你确定这能行吗？哎呀，放心，我出手那绝对没问题。我一会儿还得去厕所了，你别沾我手上了。哎呀，放心放心放心啊，交给我就行。哎哎，不是不是，怎么沾我手上了？不是，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看这，不是老板，这女厕所。我上女厕所，上男厕所呀？不是，那女厕所我也不怎么进呀。谁让你把咱俩沾一块了？再说了，你不进我怎么进呢？赶紧的。不是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肯定不能进去。是不是你把镯子弄坏的？是，不是，我绝对不会进。不是，你别拽，你快点，老板，一会儿进来人怎么办？这不马经理大家开会呢，哪有人上厕所呀？真的是。不是，那也不行，你。你说马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，就你厕所吧。不是，那我咋说？啊，那个老板罚我打扫厕所呢。那个。那你先出去。我上厕所。不是，这刚有个人上完厕所，然后可臭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通一下啊，通一下，你先出去吧。又手通了。不是啊，不是这哎，不是哎，不是老板，你看你这，哎呀，你这样还留这个。We see.